诸位同学，请看《一记赞书》第七首：“普贤大愿力，一切佛海中，修行无量恨。”严禁住刹海。这一首偈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普贤行门十大纲目，第一个是礼敬诸佛，第二是称赞如来，第三是广修供养。我们讲到广修供养，这个里面包含的意趣无有止境。虽然世尊为我们将供养呢也归纳为三大类啊，财法无为也，我们对于世尊的教诲要能深深的体会它的意义啊，所谓是愿解如来真实意啊。然后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怎样去学习啊，我们能够获得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世间法离开财不能办事啊，办小事要小的财力，办大事有大的财力啊，没有财力办不了事情。所以财是属于福，不能没有福报啊！如来在果地上，你看我们大家尊称他为二祖尊啊，这个二第一个就是财富，第二个是智慧。足是满足啊，圆满啊，事出事法里面佛得智慧圆满，没有人能够跟佛相比，所以我们称之为尊啊。佛教人无不是教人佛慧双修啊，善生福，净生慧，清净心
生智慧呀、善行生福德了。心纯净，行纯善，这个人是福慧双修啊。功恨圆满了，我们就称他为佛陀。怎么个修法？不能不知道。修法那就所谓的善巧方便了。所谓的无量法门。总而言之，一句话，还是得智慧。智慧不开，你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修起。所以，微光菩萨，得一切智光明。他有能力观察诸佛如来，在因地上生活行为，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他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当然。他就会修了，他就会学了。其实诸佛菩萨的修行理论与方法一丝毫的隐瞒都没有。圆圆满满的显示在外面呢。问题我们都会看呢、谚语说得好，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佛门四众同修啊，看热闹的人多啊。看出门道的人不多。所以依然还是不会修，不会修。在日常生活当中，依旧是随顺烦恼习气。造作三途六道的业报，常年累劫修行，依然不能入佛境界。什么原因？当然有原因。聪明人一定要把这个原因找到。找到之后啊，把这个原因消除。你这个路，菩提道就没有障碍啊，就通了。在世间，我们有时候也听人说，
这个人对人善心善意啊，遇到别人有困难了，能够全心全力帮助成全，但是到后来呢，对方的人呢，不但不感恩呐，忘恩负义呀！啊，在背后还要批评你，还要回报你，啊，还得骂你。好心、善行，不得好报。他来跟我说：“啊，我怎么告诉他呢？我教他了，你把这个原因找出来。啊，你好心对人，好心帮助他，为什么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他对你不知道感恩？”而且还要回报糟蹋你，这里头必有原因呐！佛在经教上告诉我们，因过去生中种的，缘是在这一生呐。啊，因缘聚报，这个聚会时啊，果报还自受啊。遇到这样的情形，决定不能够怪罪对方。如果你要认为自己都是对的，别人都是不对的，好了，你的这个业因呢，永远找不到。你应当冷静的反省啊，必有原因啊！只要你细细去反省观察，你一定能找到。你把你这个业因改掉啊！那么你以后再以善心善行帮助人，回报一定是善的。啊，所以聪明人找业因，啊，这个因素肯定在自己这一方面，决定不在对方。这是佛菩萨教我们的，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啊，这是真理呀！啊，真舍因果。真能够解决问题。佛法里面讲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都要在自己内心深处去求。啊，去观察。才是啊，外财这容易懂啊，身外之物啊，用来布施供养有迫切需要的人，
这里头最重要的内财布施啊，内财布施是什么呢？那用现在的话来讲，最简单的说法，不惜辛劳，辛苦操劳。为众生服务啊！啊，为众生服务很辛苦啊！啊，算了，我不干了，这你就吝啬了，不肯布施供养了。你的慈悲心呢，就退转了。大慈大悲，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永远不疲不厌。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跟我们讲啊，每一条啊，到最后都是无有疲厌呐！那么从这一句，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大愿之所感啊，果报是健康长寿。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是从布施供养里面得来的。啊，我们如果要身体健康，这个身布施不怕辛苦。不怕劳累呀，早年我看到的是李炳南老居士，他做了榜样给我们看呐。95岁，依旧讲经说法。诸位要知道啊，讲经说法三种布施都具足，讲经要用这个身体啊，要用音声呢，啊，这是内财布施。讲经要用智慧啊，要有善巧方便呢，这是属于法布施。啊，讲经不厌倦、不疲劳，是属于无为布施。果报是健康长寿啊！李老师为我们做出榜样，95岁还不需要人照顾啊，最后2年身体比较差了啊，接受学生的照顾啊，身体怎么会差的呢？我去看他老人家，他告诉我，饮食中毒，
信徒啊，学生呢，好心给老师煮了一碗面来供养他，他很慈悲，一定是当着他的面前把他吃完，让供养的人生欢喜心呐。这个面呢，大概放的时间太久了，而且这个面条里面呢，防腐剂很重，它没防腐剂，它不能放的时间很长，有的时候过期过时候了。不新鲜的，李老师一闻就晓得，闻到这个味道不对，但是还是要在他面前吃完，让他生欢喜心。等他走了，他用解药啊来解毒啊。他的确是很高明的大夫，他用解药啊把这个毒化解了。过了大概半年之后啊，又碰到一桩这样的事情，他又吃了，吃了的时候，再用解药来解毒的时候。这个毒散得太快了，这样中毒的，所以我每一次到台中去看他老人家，每一次都跟我讲吃东西要小心千万不要到馆子里面去吃馆子里面东西确实不干净端出来很好看的，厨房后面你没有看到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谨慎小心的人还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他总是让众生生欢喜心如果闻到味道不对嘛，就不吃不就没事了吗？他又怕伤别人的心，人家好心来供养，老师拒绝不吃，大概嫌他做的不好吃。这慈悲呀。真的，佛门有所谓慈悲多祸害佛菩萨教我们呢，慈悲要依据理性。李老当然了，他因为他自己是的医生，他有解药，可以那像我们不懂这个解药我们就不敢了，闻到那个味道不对。就不敢吃了他凭着所以艺高人胆大了亏就吃在这里。如果他不懂得艺术，他不懂得这个解毒，我相信呢，他会跟我们一样。看到颜色不对，闻闻味道不对，这不能吃他这个事情，实在讲，也都是给我们上课。
让我们在他日常生活当中现身说法，我们就学到了佛法了。啊，这身教啊。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你看他起心动念，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点点滴滴都是佛法，都是在教化众生。会的人看出来了。得利益啊，得受用啊！不会的人呢，懵懵懂懂啊。啊，中等根性的人，要说清楚、说明白了，哦，他才觉悟了。下根的人跟他讲，他也不觉悟。啊，上根好多啊，不必说啊。他一接触，一看一听就明了。啊，所以讲经说法是不是供养？李老师。以前常常告诉我们，走路啊，从前车辆少啊，走路的时间多，早年在台中，我们到慈光图书馆、到联社，都是走路啊。要走十几二十分钟啊！没有车，啊，在路上看到路上一个小石子，把小石子捡起来丢在路旁边，这是对。众生的布施供养，啊，怕人家踩到，脚受伤啊，怕人家滑跌倒啊，啊，路上看到果皮，啊，在台湾香蕉很普遍。香蕉很滑了，你把它捡起来，丢在路旁边的垃圾桶里头。你们想想看，这是不是布施供养？我亲身去做，内财布施啊！啊，所以财法无畏啊，三种这个布施供养呢，通通都做到了。这一天到晚遇到这一类的事情，很多很多。都在你面前呢，就看你会不会呀？你肯不肯，发不发心去做？啊，你要肯，肯发心，布施供养的机会到处都是。
路上遇到儿童，遇到老人，遇到残障人士，特别是过马路的时候，你能够照顾他安全通过。都是属于无微不至啊！以普贤的心行，那都是广修供养啊！所以广修供养的事，说不尽呐！总而言之，一句话，念念为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断恶修善。念头就是供养的念头啊。行为是供养的形式，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三种供养都迫切需要。三种当中，行愿品里面讲得很好。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呀。法供养里面头一句，儒教修行供养。哦，这个供养的境界大了，上供十方佛。下供九法界一切众生，用什么供呢？依教奉行，儒教修行是大供养啊，就是善导大师教我们的，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佛教给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决定不违反，这就叫依教修行供养。佛在经上讲的太多了。我们也不必要找一大堆的经论来学习，一步就可以了。佛法里头，无论这个经文的分量多少，在一般来说呢，戒定慧三学，通通都讲到。净宗《无量寿经》就非常好啊！经文不算很长，内容圆满丰足啊。这一部经里面，有戒学，有定学，有慧学。
能够熟读，深解，解得越深越好。佛在经上常常提醒我们呢，深解意趣啊。经有无量意呀，字字句句都有无量意。你解得越深越好。解跟行是相应的，你行要深，行要广。行能帮助解，解能帮助行。戒心相应，戒心不二，你就能入境界了。第四条，忏悔业障。学佛的同学们，无论你学哪一个宗、哪派、哪一个法门，都祈求忏除业障。不知道从哪里忏起。古大德有个比喻，业障啊，好比是贼呀，把你自性里面本具的功德发财障碍住了，就好比贼呀，把你家里的财宝啊偷走了。你要把贼抓住，那首先呢？你要知道那个贼是谁呀？你念贼不知道是贼在哪里，你怎么能把贼抓到呢？这个比喻浅显呢，好懂啊。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的业障，业障从哪来的？业障也叫魔障啊。那么佛把业障啊，也跟我们分为几大类。这个经论里面讲的很多啊。有分两大类的。烦恼障、所智障。有分三大类的。惑障、业障、报障。为什么叫障呢？都障碍你明心见性，障碍你开悟啊！我们修净土的人呢，障碍我们得一心不乱啊！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得一心不乱？有障碍吗？障碍你修禅定。总而言之，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都会遇到这些障碍。
确实，先要把障碍找出来，认识它，然后远离障碍，这就没事了。佛教导我们，烦恼是障碍啊，所以首先教导我们要断烦恼。烦恼障断了，这个烦恼障专门是讲见思烦恼。果然断了啊，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六道轮回是报障啊，什么果报？烦恼的果报。烦恼是因呢，六道是果。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就没有。永嘉大师《正道歌》上讲得好啊，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六趣就是六道，觉后空空无大千呐。他把六道比喻作做梦，梦里明明有六道，觉悟之后啊，这个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没有。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你脱离了，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觉悟的众生，依旧在做梦啊，梦中境界苦不堪言呐。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很慈悲，你又可以回到梦中去帮助他们觉悟，这就叫尘缘再来，这就是道家慈航。这个时候到六道三途里面来，不是业力来的了。业力是烦恼啊，不是烦恼来的。是愿力来的，所以他不迷，他不邪，他不染。他在六道三途跟在一真法界完全没有两样。他到这个六道三途来是为人演说而来的。演是表演说是解说他来干这个的。众生这个从事于教学，真的很辛苦啊。佛菩萨示现呢？来教化众生呢，他不苦啊，他不疲不厌呢。你要问那为什么？他没有贪嗔痴，他没有自私自利，所以他没疲厌。我们凡夫为什么会有疲倦、会有厌倦呢？因为有自私自利，因为有贪嗔痴慢。就这么个道理所以要度化众生，
先要度自己。自己没有度，要想度别人。经论里头常讲“无有是处”啊，这没这个道理呀。真的，一点都不错。自己先要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这是我在讲习里头常常劝勉同学的。不要害怕，放下，那不什么都没有了。我明天日子怎么过啊？你还有这种念头，你就没有办法放下了。这个念头是什么？这个念头是迷。你种种的分别。是邪见、邪思，你种种的执着，那就是烦恼。天天起心动念，生活在烦恼里面，不知道这是烦恼，不知道这是业障，你怎么能消业障？你怎么能断烦恼？首先要认识它，要搞清楚、搞明白。决定要接收大乘经的讯息。用大乘经修正我们错误的知见，修正我们的邪知邪见，用大乘经帮助我们觉悟，了解事实真相。我常常举例子说，袁了凡先生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并不了解，他相信因果报应，他相信人有命运，他相信一切众生一因一果，莫非前定。所以他的心是定的，他不强求啊，为什么呢？求不到。所以真的，他善业恶业都不造了，永远被无明盖覆，他不觉悟啊。遇到云谷禅师一番开导之后，他觉悟了。觉悟过什么呢？觉悟命原来是自己造的，善恶业感过去生中修布施供养，这一生你得福报。过去生中没有修布施供养，那你这一生的生活就很苦啊！你命里头没有财
啊，命里头没有智慧呀。过去生中又没有修无为布施，所以寿命也不长。六道众生的业报身呐，他并没有大彻大悟，小悟。知道这个道理了。过去生中修得不够，太少了。这一生当中啊，赶快来补课。行，他很认真、很努力的来补。这个念头一生，马上付诸于行动，他的命运就改了。他是读书人，求功名，命里头没有功名。以后居然考中了举人，考中了进士。那是这一生修的，不是前生的。命中没有儿子，他得了一个好儿子，都是这一生修的，命中的寿命只有53岁，他活了70多岁，多活了20年呢。这20年寿命啊，是他这一生修的。所以，真的把业障找到了啊，嘿，忏悔一分，得一分善报；忏悔10分，那你就得10分的善报。一点都不会差错啊！为什么不干呢？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你要懂这个道理啊，懂感应的道理，懂得求的方法这一点。是我学佛早年的时候，我学佛第一个老师张家大师，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60多岁了，60出头了，我26岁呀。他看得出我有一点小聪明，一点福报都没有，也短命啊。所以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教我忏悔法。我来说说，怎么样求呢？忏悔呀。怎么个忏悔法呢？他告诉我，天天要做反省检点的功夫。每一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还没有睡着，多想想。今天一天做的事，哪些事是对的，哪些事是错的，包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用个几分钟想一想，
想清楚，想明白了，对的，好的，明天不要忘记，依旧要保持，要有进步。错了的，过失要改掉，明天不能再犯。这叫真正忏悔呀！忏悔不在形式啊，在您内心里面的觉悟真正能够改过自新，这叫真忏悔。老师教导我的呀，一点不迷信。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看寄送的第七首，普贤大愿力，一切佛海中，修行无量恨，严禁诸刹海。普贤菩萨修学的十大纲领，我们讲到第四个忏悔业障。业障确实太多了啊！不胜枚举啊。总而言之，自己要常常检点，常常反省，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如果不能认真反省检点，就像《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你怎么能铲除呢？一定要把它找到，然后下定决心，后不再造。这样的业障才能够减轻呢。渐渐就消除了。佛在经教里教导菩萨所修学的，门门都是忏除业障。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说，布施是忏除悭贪的业障，持戒是铲除恶业的业障，忍辱是铲除嗔恚嫉妒的业障，精进是铲除懈怠懒惰的业障，禅定是铲除散乱的业障，般若是铲除
愚痴的业障，你们想想，众生呢有84000业障啊，佛开84000法门，法门都是对治业障的，我们要明了啊，你要不认真修学，你的业障铲除不了。业障铲除不了，一定带到来生，带到后世，越急越严重。最后的果报，这三途啊，地狱啊！所以佛菩萨了，教化一切众生，没有别的。千经万论呢，铲除业障而已呀！这个道理不能不懂。业障铲除之后才知道修随喜功德了。所以底下这一条呢，就是随喜功德。你把这个字看清楚，随喜就是功德。专门来对治嫉妒障碍呀！人。见不得别人好处，无论在哪一方面，别人超过我，比我强，这个嫉妒嗔恚呀，立刻就现前。这是与生俱来的烦恼，不是这一生学的。这个烦恼如果不知道，把它消融掉，那么这个烦恼肯定随着你的岁月在增长啊。这个增长。那就免不了要造作罪业，害人害自己呀！这个是一念痴迷所造极重的罪业。佛教给我们，这个念头一转呢，别人做的那个好事有多大功德，你可以跟他分享同样大的功德，你能够分享啊，为什么不分享呢？为什么去障碍呢？怎么样去分享呢？随喜就分享了，当下就分享了。看人家做好事，起的好心，做的好事，得名闻利养。我们不但不嫉妒啊，看了生欢喜心呐，为他高兴呐，这个自己这一念欢喜心就是功德。
如果自己有能力，应当随分随力去学习。这个不能不懂啊。如果自己没有力量，他需要财，我没有财，没有办法用财力帮助他。我用欢喜心来赞叹他。来表扬他。别的人听到了，见到了，也能生欢喜心。可能他还有一点力量啊，能够帮助一点。这许许多多功德里面呢，我们都有一分这一分功德跟他无二无别。为什么不干呢？为什么一切好事都要属于自己的呢？不能属于别人呢？诸佛如来、菩萨、罗汉呢，跟我们凡夫不一样，他们希望一切好事是属于别人的，自己在旁边呢修随喜功德，在中国佛教里面最显著的例子。印宗法师跟六祖慧能法师，慧能法师得道的高僧我们一般讲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人但是。他的形象是在家居士，那我们在《坛经》里面读到，他24岁得五祖忍和尚传法给他。那个时候还穿衣钵，他在猎人队里面隐居了15年。26，加15年，40多岁了。在现在的广州广孝寺，遇到印宗法师在讲《涅盘经》。法师经讲完了，里面也有两个听众在抬杠子。因为庙外面那个讲堂外面呢。有个旗杆，旗杆上呢悬的是帆，风吹着这个帆在动。一个人说“风动”，一个人说“帆动”，两个人彼此不服，在那里争论。慧能大师看到了，
到当中去打个圆场，啊，说你们两个人不要争了，啊，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啊。嚯，这两个人一听的时候，也非常惊讶。英宗法师听到了，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普通人说不出这个话来，哎，就下来跟他谈话，啊，知道他就是黄梅德法的第六代祖啊。谈得很投缘呐，啊，慧能大师发心出家了，啊，请印宗法师给他剃度。印宗是他的剃度师啊，啊，印宗法师了不起，修随喜功德。剃度之后啊，反过来拜他做老师。印宗是慧能的剃度师，慧能大师是印宗法师的传法师。啊，那我们今天说这个话来说呢，大家容易懂呢。啊，慧能是印宗的徒弟，可是印宗法师是慧能法师的法子。他们两个人在这里表演随喜功德了，啊，一丝毫嫉妒障碍都没有，啊，双手把这个道场供养给慧能大师啊。连自己所有的徒众，通通皈依啊！啊，来拜老师啊！印宗当年在岭南，可以说是第一高僧呐。啊，他这一个动作。禅僧的效果，把慧能大师一下就捧上去了。啊，慧能大师在岭南弘扬禅宗，一点障碍都没有印宗随喜护持。这是在中国佛教史里面修随喜功德最好的榜样。啊，那我们仔细去想想，啊，细心去体会印宗法师的智慧成就。不在能大师之下了。要不是能大师，同样这个程度的人做不到啊！啊，今天这个世界，只要看到你的能力，啊，智慧成就超过我，我总得想尽方法把你压下去。不让你出头，啊，造谣生事，回报你，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那什么
凡夫嘛。印宗为什么能够修随喜功德呢？能把道场让给能大师呢？印宗法师是觉悟的人呐，他不迷惑颠倒啊。我心里这个想法了，菩萨再来呀，来示现给我们看的，他们两个在唱戏呀，啊，表演给我们看的，叫我们哦这样修随喜功德，啊，这样是真正成就啊。六祖的成就，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净宗的成就？没有印宗，六祖要出来弘法，谈何容易啊！啊，那么从现在一般讲的时候，你怎么样提高你自己的知名度？怎么样树立你的德行，让大家对你敬仰啊？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啊！印宗在岭南讲经弘法多少年呢？大家都知道他了，都尊敬他了，都仰慕他了。啊，他这一回头拜一个另外人做老师，那别人怎么会不惊讶呢？这个人了不起啊！印宗法师都拜他做老师啊！所以慧能大师的成就就是印宗法师的成就啊！啊，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我在这一生当中虽然遇到的是好老师，真善之士啊，老师只能指点我们的方向目标啊，没有办法带着我们走啊。因缘不一样啊，所以我也非常幸运，遇到了韩英馆长，啊，得到他的30年的护持，我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啊，如果没有这30年的这个护持，我们今天怎么可能会有成就？我曾经跟诸位讲过多少次真话了，啊，不是还俗，那就是去赶金灿做法会去了。啊，为什么呢？在这个社会里头，没有人欢喜讲经的。啊，讲经难呢。我学经教的时候，李老师就告诉我，啊，他说你学讲经，啊，你讲的不好，人家笑话你。还没什么，如果你讲得好呢，你就走投无路了。所以
还在老师身边没有出师的时候，老师就已经警告我了。什么一回事情呢？嫉妒障碍。会叫你无地容身呢。你到哪里去啊？真的，我被李老师说中了，坚持走讲经这个路子，没有一个寺庙肯收容我。到最后。碰到我的听众，韩馆长原来是我的听众。我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把这个苦衷告诉他。他是北方人，还有一点义气。心里面愤愤不平呢，收容我。要我住到他家里去，我在他家里住了17年了。这17年当中到哪里讲经呢？他替我张罗，租地方，借地方，借朋友的办公室。哪个地方有房子出租了，是吧？去租去。所以，这10几年当中常常要搬家了，就是搬道场，没有固定的道场一个道场讲一个月，讲个一两年就要换地方。17年之后，我们才有一个图书馆。那么我在遇到他之前，我在台湾讲经3年了，在他家住17年了，所以20年才有景美华藏图书馆。不大了，小小的。台湾算面积是50平一平36平方英尺，大概是算平方英尺1800尺。这么大的一个面积，这才有一个固定的道场，不要到处去奔波了，实实在在不容易我没有还俗，没有去赶金灿，没有退心。能有今天这一点成就，这是韩馆长的功德。人是凡夫，当然他做事情也有过失，我们学。普贤菩萨，他的不善处，他的过失处，我们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念念念他的善心、善行，
念他的随喜功德。成就自己纯善的心，纯净的心，纯善的心，至于别人怎么样批评他，我从来没放在心上。别人对他的了解没有我了解的那么深呐，没有我了解那么多啊。我跟他30年生活在一起，他的心善良，他的心慈悲，这一点，凡是跟他接触的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他做事情要好心切，要求的水准比较高，达不到他的要求，他很会骂人。也不是坏事嘛。那何尝不是在行菩萨道呢？那么一般有意见的人，听信谣言的人，于是对他生起毁谤。那么这个是世之常情呐，我们明白啊。你知道的越深，知道的越多，你对他越佩服，越尊敬。我们念念不忘护法的恩德了，他走了，离开我们了，我们图书馆起了变化了，我们离开图书馆，接受新加坡李牧原居士的护持。3年是我们的转捩点呐，这个3年的护持，这一份的恩德，我们念念不忘。我们知恩报恩呐！我们这个小道场确实很小，规模很小。我们3个比较大的堂口，我们用来纪念老师啊，纪念护法了。新教堂，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叫迦南堂，迦张家大师，南是李炳南老居士，现在这个讲堂里面悬挂着张家大师的照片，李炳南老居士的照片，第二个堂口
我们现在做斋堂，吃饭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做含阴堂。馆长对吃东西很考究，他自己很能干的。你看有什么法会，他都亲自下厨房。厨房里面一把手几乎都是他培养出来的。我们天天吃饭呢，天天纪念他。我相信他一定很欢喜。我们新教室当中这个堂口，我们做东园堂，纪念方东梅先生、李牧原居士。这个里面供养中华民族万姓祖先。那么将来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念佛堂。我们以念佛来供养祖宗非常有意义所以学佛到底学什么？一句话，学在这个世间没有对立的人，你就成功了。你还跟哪个对立？你是凡夫，你不是菩萨了。菩萨跟十法界一切众生，没有一个是对立的。敌对的没有，菩萨心目中对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是平等的。我们要学这一点，对十法界一切众生。普贤行里面教导我们的礼敬、称赞、供养、随喜，我们懂得了，懂得要落实在这个里面修养自己的道德道德是自信本来具足的，无量劫来迷失了自信，所以起心动念一切作为违背了道德，违背道德就是违背自信呐！现在我们才觉悟我们要回过头来随顺道德远离烦恼习气这真正学佛。所以把嗔恚心、嫉妒心、傲慢心、是非人我心通通断掉这些是自性里头本来没有的。
这些东西从哪来的？习性来的，不是本性。本性里头没有。习性，习性本来没有啊，当然可以断掉。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本来有的，当然可以恢复。恢复自信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啊！断除自信啊！一切本来没有的，哪有断不掉的？那么要断，先要觉悟，要明了，求觉悟，求明了，那就得好好的跟佛学啊。佛在哪里呀？经典所在之处啊。就是佛在的地方所以学佛的同学不能一天离开经教一天离开经教，你肯定又归到烦恼习气那边去了。烦恼习气的果报是轮回呀，是六道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不能超越六道，那你就回归六道。因此，真正学佛，念念要觉悟啊。不能不觉悟啊！时时要回头啊，不能不回头啊！要懂得修随喜啊，随喜，那对于自己的福慧增长就快速了。而且呢，自己跟一切众生结了善缘，结了法缘。我们常讲说法缘殊胜呐。随喜就结法缘了。所以障碍别人，实际上是障碍自己。把自己的善缘、法缘断掉了，自己的道心退转了，自己的烦恼现前了，业报现前了，亏吃大了。普贤这十个项目随喜列在其中啊，真有道理在啊！能随喜，你才真正能够积功累德。积功累德最殊胜的，无过于弘法利生。所以下面接着。勤转法轮勤转法轮是什么意思呢？转法轮我在此地不必细说了细说要耽误很长的时间。简单的讲，转法轮就是教学就是推动现在所说的多元文化的教育
我们礼请，有德行、有修养、有学问的这些善知识，请他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了，教化一方啊。他来讲什么经典？来讲多长的时间？这里头有时节因缘。我们从外国请来的法师，多半都要受签证的限制。佛弟子最重要的，遵守国家的法律规章啊！到任何一个国家地区，一定要遵守那个地区国家的法律规章。它规定我们3个月，我们在那里活动，就不可以超过3个月。大概请法师讲经都有期限的，这政府都批准的。它不是观光旅游的，观光旅游它不能在此地从事于活动，这个是教学，是活动，一定得到政府的批准。那我在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香港政府批准4个月，所以我们这一部经呢，就讲4个月要圆满。实际上那个时候4个月没有讲完。好像只讲了1/3。后面呢，后面明年呢，我们再续讲。这个可以啊。我也跟诸位同学报告过。在美国，在加拿大，这些地区文化背景跟东方不一样，他们的长假只有5天，所以到美国讲经呢，时间5天呢，我们去一次，大概要走好几个城市。每一个城市5天，这样去走一趟3个月，3个月可以走6-7个城市，那是不能天天讲那么现在，我们讲经的方式改变了，在摄影棚里面讲了，不受啊听众时间的限制了，在摄影棚里面录像，我们做光碟流通。提供给卫星电视，同时呢有网络播出，请
前两个星期，美国那边的同修给我一封传真信，希望今年呢能够到美国去讲一个月，啊，讲什么呢？《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希望我在洛杉矶能讲一个月。他们租摄影棚，啊，一天也是4个小时，啊，希望我在那边讲一个月。啊，我说行。啊，这《华严经》大家晓得，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七处九会呀，不是在一个地点的，啊，7个地点，9次法会呀。李长者在《合论》里面，他跟清凉讲的不一样，啊，他说《华严经》啊是世尊十处十会讲。啊，那么这些我们不需要争论。总而言之，一句话，释迦牟尼佛是随缘说说法，啊，并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啊，只要条件具足，啊，这个佛法里面讲因缘具足。啊，那么在美国这些大城市，你们真的把这个摄影棚能够租借下来，啊，每天我们使用4个小时，啊，我们去讲一个月，未尝不可啊！啊，那我去，这不能一个人去啊，一个人去不行啊，我这个摄影里头还有个班底啊，我们这个班底人通通要去啊。好在我们没有释迦牟尼佛那个团体那么大，1255人，我们没有，啊，我想我们这个团呢，顶多不会超过10个人，啊，那么这个风气一开之后啊，可能其他各个地区有很多都要用这个方法，可以，啊，这是我们可以答应的。只要我们每天4小时讲经不中断，在哪里讲都行。啊，将来把各个地方所讲的，啊，整合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提供给各个地方同学作为我们共同学习的参考资料，这是勤转法轮的，啊，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晓得怎样一个做法，啊，但是正法要能够久住世间，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久住世间呢，那你就要想到培养弘法人才。啊，培养弘法人才啊，这是请佛住世啊。发心弘护佛法的，那就是佛。谁发这个心，这个人就是佛。我们要请他住世啊，
请他护持正法了，请他成就鸿鹄的人才。这个功德利益是最大最大的。那么这一桩事情，一定要全心全力投注，兼差决定办不好。这个事情不能兼差，全心全力去做。像韩馆长，像李牧原居士，都是全心全力在做。把这个工作看作自己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桩事业，他才能做得好啊。什么人来做最适当呢？讲经的法师。先我们是请他来讲经说法了。他对于经教真正通达无碍啊，德行学问都成就了啊，先是到处弘扬佛法，教化众生啊，教化到一个时期之后，要培养底下一代，带底下一代，等于说他从教学退下来做护法。这就对了，就像学校的校长、教务长、训导长，他们从前是教授老教授